我姓叶，我左边的肩膀呢，在一年多前因为运动、健身还有弹琴的关系受过伤害。这期间，我尝试过物理治疗，尝试过推拿，也请骨科的医生帮我治疗过，但是它反反复复的发作，一直没有完全的治疗好。那这一次呢，找到了院长，他帮我用扁针治疗，没想到一次 OK， 真的是太高兴了，太感谢院长了。